哎，高中三年，你们最难忘的事儿是什么呀？我最难忘的是咱们上次在仓库和亮子那群小混混打架那次。哎，当时觉得特别害怕，现在想想多刺激啊！哎，我们好像就是那次结下来的革命友谊吧？那次好像没有我呀。上次不是我让你喊人的时候，你还在吗？后来你怎么跑了，小明？老师说你是不是害怕，然后自己逃掉了？我没有，我可没有，没有没有，肯定是。林星辰，你呢？我呀，我。运动会那次，那次林星辰同学可是拼了老命了，也就那次我们在四班面前真的扬眉吐气了。那次应该算我最争光的一次了吧？非常争光了，我同意。六六六，这吹一辈子牛了。哎，班长，你呢？那应该是营地那次吧？营地？对对对。哎，我也是班长。哪儿都有你。我跟班长可是一条线上的蚂蚱。陈一墨，你都烤糊了。哎呦，你行不行？哎呀，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。你是不该弄点柴去了，你自都要灭了。啊，好。哎，你别去了，我去捡吧，反正我也没事儿。我跟你一起吧，我陪他吧。